今天我们前往璧山的金山岭美食中心探寻一家独具特色的摊位，这摊位名为新山大排档，这里除了教材吃饭，还提供重庆烤鱼和麻辣香锅等多样选择。我们品尝了咸蛋鸡丁、新山月光老鼠粉、花雕辣辣米粉汤、重庆烤鱼和自选食材麻辣香锅。花雕辣辣米粉汤以新鲜的辣辣和米粉为基础，这道菜品的魅力在于花雕酒的加入，花雕酒的香气融入辣辣和米粉之中，每一口都能品味到辣辣的鲜美和花雕酒的浓郁香气。月光老鼠粉经过炒制，香气四溢，在炒制过程中加入黑酱油，更增添了香味。滑嫩的老鼠粉与生鸡蛋的搭配，老鼠粉更加绵软顺滑。我个人很喜欢这道咸蛋鸡丁，每一块鸡肉都包裹着咸蛋黄的独特风味，外脆内嫩的鸡丁与咸蛋的丰富味道完美融合，让人不禁一口接一口，推荐尝试。重庆烤鱼选用的是金木鲈鱼，鱼被炸的酥脆，充满了鱼肉的鲜美和独特的烤制香气，汤汁麻辣鲜香，同时还搭配了很多新鲜食材。烤鱼分量蛮大份的，适合3到4人吃，而麻辣香锅提供了多种辣度选择，更提供了多种新鲜的食材，可根据口味喜好自选各种食材。从新鲜的蔬菜到口感鲜美的肉类，都被搁入了麻辣香锅的底料中，满足了各种口味的食客。璧山的新山大排档不仅仅是一家提供多种菜品、教材吃饭的摊位，更是重庆烤鱼和麻辣香锅的圣地，满足了各种口味的食客。每当晚餐时分来临，这里都聚集了人潮，非常适合与亲朋好友一起来享用晚餐的地方哦。